雅集问答，每队搭档派一人坐在水气球桶下进行答题，回答正确得分，回答错误则同队搭档需要抽掉水桶内的一根棍子。当头上的水气球全部掉落时，该成员失去答题得分机会。明白，坐着的人回答问题，另一个人抽棍儿是吧？对，同队的两组成员，第一组是女生先坐。啊那没办法了，公鸡儿逃不了，都得卸妆。好，坐，给你擦擦擦再坐啊。给你 P 一个，谢谢，心疼人家了。亲戚，你还要围个浴巾？空空给我围的。我可以披浴巾吗？可以。你自己披啊，我都是别人想到给我披的。哇！第一题视频题，请看题。题。炊饼，卖炊饼，一个够吗？去吧。哎，我爹说了，半大小子吃死老子。啊？就没了？啊？炊饼。请问宋朝武大郎卖的炊饼更接近于今天的哪一种食物？这跟那个视频有什么关系啊？没有什么关系，我觉得。山东人应该是煎饼。那你觉得是卖馒头了？那你自己认了啊？不，听你的，没错。我们写好了。我记得他以前就这个戏吃的是白了吧唧的东西，有点像馒头之类的。是吗？你看，我觉得烧饼太简单了，馒头怎么简单呢？是吗？啊，煎饼吧，煎饼。哎，好。煎饼 B。Sorry。说你咋回事？你别紧张，我第一直觉是这个，你觉得呢？可能他就是这么简单，有点想复杂。对，尽量一半。哦哦哦哦哦哦 ！B， 哦哦哦哦，都是 B。那在宋朝，武大郎卖的炊饼更接近于现在的是。先看一下视频。还要卖关子？哎呦，学坏了！半天，你这个大郎，馒头，我说的是真的。啊，不信你去清河县打听，谁不知武二郎呢？那你自己认了啊？不，听你的，没错。听你的吧，下次听你的。在宋朝，馒头叫炊饼，而当时称作馒头的其实是包子。上海现在也是。那包子叫什么？馒头跟包子都是馒头。哦，我们叫白馒头和肉馒头。肉馒头。等会儿这道题该有地域差异的。咱不纠结了，第一道题咱们先玩一下，试一下。试一下。对对对，试一下。他俩猜猜哈，来。不行不行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可能也就答对这一题了。试一下不是咱们规矩吗？哇，同意试了，提醒我同意试一下。可以同意啊，同意啊，同意试了，我同意试一下。可以啊。导演呢？导演呢？导演呢？还是尊重一下我们的获胜队。对，这题我们不算是的，好吧？你都没有获得掌声。这一题蓝队回答正确，其他四队抽掉一根木条。哦，喜欢看这个画面。来吧，不好弄啊。哎呀，天真好，出太阳了。但是我动不了了，我手在动。我手要一挪的话，你试试行不行？
我心里苦啊。陆哥，我相信你啊，陆哥啊，陆哥。哇，这根没问题。第一根还好，心很大啊，这是。金金，我们有点综艺精神好吗？来都来了，就零吧。金金，我觉得你特别适合这个造型。耶，采取分类，你大胆你爸爸，我不怕失泪。不是，我要是你，我一下拔两根。不，我还是要保护好我的锁，不然会生锈哦。哎，你先别拔，我看一眼好吗？就在这个时，就在时刻吧。你牢牢地盯好它。哇哦，我没有爱错人。压力给到周深这边，我相信你啊。哎，你不要一直给我压力了。是静止了吗，周深？周深，这一趴录完之后，那个你的表情包肯定是有了。这。第二题，音频题。我的弱项。请问刚才的歌词中除了米饭还有哪种食物在宋朝也可以吃到？我这么努力的听歌，你问我在宋朝，这个我怎么会知道哪些可以在宋朝吃到呢？你哎，我真的要举报了，白鹿真的一直在偷看。火锅有吗？火锅好像有。哎，请亮题板来。火锅甜甜圈，我们这甜甜圈这哥心太大了，这哥一点都不在乎我，这是我教。你写的这个那时候应该没有，他不叫这个名儿。火锅应该是元朝才开始打仗啊，用那个头盔发展的火锅。唐朝的时候已经从西域那边传过来了孜然呢、辣椒，所以大盘鸡应该早就有。我这都有文化在这底蕴在这顶着的，没人听啊，没人听啊，你这玩意儿不灵啊。亮啊，咱赢了这回。我要晾干。咱赢了这回。公布答案。Yes！ 谢谢金靖。Yeah！ 火锅，哎，火锅不是元朝吗？宋朝就有。不是元朝啊，我这是野史吗？宋朝它是最早有文字记载火锅的朝代，宋朝记载的火锅也就是今天赏的菜当中有一道叫波霞贡。哦，你知道吗，人生的转折就在那么一小点，每一次我都选择正确的，倒在临门一脚的时候都错了。请蓝队和绿队抽掉一根木条。来吧二位，你准备好了啊？肯定得掉了。耶哟喂，不会没掉吧？哇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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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了。哇哦，还能这样啊？那是不是假钉子啊？为什么我的钱呢？为什么我的钱呢？交了我一倍。你挺吓人的。第三题，视频题，请看题。他们樊楼今日会陈杰老师吗？既不我看过，又不是宅。过年的时候我刚复习过，却在主宅之间，他们给取了个名叫做非得现做现吃才最有滋味。请问樊楼新的烹饪方式是什么？这怎么知道啊？血吗？嗯，没得选啊。煮跟炸之间叫煮炸。我们先写着然后擦。
你让我们再自己选一下哈，自己你是自己选一下还是自己偷看一下？相信我。他又让我相信他，不是。相信我，好了，尽量提板。我心也有可能。我们选超。这一题的正确答案是。近日会了一个新的式样，既不煮，又不是炸，却在煮炸之间，他们给取了个名，叫做炒，叫做炒。哎，啥呀？炒需要用前面这么多前缀去描述它吗？所以炒这个字是在这个时候发明出来的。炒菜技术是在宋朝才成熟的。把我们都炒了吗？是团灭了吗？团灭团灭。他们这基本上就淘汰了，我觉得。牵一发动全身。哎，我这俩棍子都死死的。长痛不如短痛，我跟你讲，啪一抽就完了。我抽了啊！来了来了，耶！你这表演的人家都是一个一个破，我还没跳，我还有球吗？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没事，坚挺就行。坤，我想来个痛快的。你给他个痛快。给个痛快啊。陈哥，你这次给人家一个痛快吧。哇，真舒服。至少剩一个。还剩一个，让我看看我有几个。没有一个都没有。深深，我相信你啊。一个都没掉吗？一个都没掉。放手吧，周深。Let it go, let it go。是第二组的比拼，男生坐在水炸弹下，女生来抽杆。第一题，我们要看的图是文会图，请注意观察图中的器皿。器皿，我的妈呀！远看一座山，近看还是一座山。完了，这有基本上BBQ了。这绝对不是猜数字的。你居然开始跟我分析了起来。好，时间到。这个看命吧。请问刚才图中侍女手里拿的器皿是哪一个？哎，我问一下，是个什么样的聚会啊？这个是一场文人的聚会。文人聚会是吗？好了，我知道了。我还在那数数呢，原来不是。我觉得不是熊，我还想那队形呢。哦，你就是欺负我们弱势。我直接放弃了，我想。哎，不是 C 就是 D， 想找点 PS 的痕迹。要我告诉你吗？真的吗？说。好，我跟你说啊。猜 boy 吧。不，我跟你说，那个 C 是在桌上的。那要不相信他一次？我是值得信任的。真的吗？嗯。如果错了怎么办？如果错了就错了呀。那好心告诉你们，好心告诉我们还错了。那我替你淋水。错了我们还张嘴喝一口咋的？来吧，三二一，尽量提板。这是建立信任啊！信任信任，有人选到我就看你们信不信任我。哇，我每个答案都有。
我们现在来公布答案，原图中侍女拿的器皿是。哦，谢谢，真是大好人。你们俩记忆力可以啊。没事，我们反正也没考虑过弊，不亏。我记得我一开始就是说对。啊，没关系。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原图。啊，那儿。来吧，七啊，抽棍子。呀，出发了，可以的，稳的，稳的，稳的。来吧。我天哪，你们这个气球是粘住了吗？请静静抽棍子。来，没事。那我想看你那个水掉下来，然后你要那个，然后还要掀，要掀一下头，然后还要那个。你淋完了做那个动作，我给你配 BGM 可以吗？轻轻一个吻。啊，蔡思芬脸红了。哪一根？这根吗？这个。你觉得把哪一个水多？你让他做那么多动作呢？这个、没点水支撑呢？这个绝对有水。这个。怎么会有人在找哪个有水呀、啊？他想要有水。你那动作不就是带水的吗？你水量大一点，要不然头发得省。对，要是这样的那种。你想要？想看他有水吗？对吧？对吧？还要配 BGM 配那种，哇哦！这个我要回去看，张金又给我定下来。这样，哎呀！这是什么情况？这发好长啊！太激动了。你给我来个痛快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来个痛快，好吧？你坐吧，你坐吧。来喽！来了，哇，没掉，好遗憾啊，好遗憾，真的，什么也没看见，我埋这儿了，太遗憾了，那段应该是收费的呀，对，好累啊。接下来是一道描述题，请出题。如果从2022年穿越回宋朝，带以下哪样东西回去最值钱？五、哦，宋朝，啊？还说呀，反正我们也不一定是对的。对呀，不一定对呀。那是挑个最不值钱的，玻璃瓶。玻璃瓶，不太行。要是不听我的，不太行。谁让？反正我是无所谓。嗯，咱们 B 吧。来吧，就这样了，出个阵了。三二一，请亮题板。就是不约而同的想让你组合做动作吗？啊！但最后有可能就最后只有他是对的，不会是我们对吧？我不想看到这一幕哦。那我们来公布一下答案。好，看哪样东西遇到。你回来，你先回来，你看一下。那这一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。我还是可以的吧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北宋刻花蓝色玻璃瓶，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，是宋代玻璃文物中的珍品。真有玻璃啊？有，但是在宋朝玻璃十分罕见，所以它的价值特别高。对，我带几个啤酒瓶回去。来吧，请静静抽棍子。我觉得你得掉了。你们是要掉还是不掉呢？我们也想全都掉下来。这么贪心？你还记得你的动作吗？你再重复一下，重复一下，这样是吧？这样一下，然后，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，眼睛得看一下哪台拍他，盛总哪台，哪台，对着他，对着他，然后眨一下眼睛。要求有这么高吗？我来喽，好，我来喽，使点劲，使点劲，要下来了，能不能快一点？他我抽不出来呀。好像那个富家公子。真的，你有做过这个发型吗？哇，为你而做的。哇，给我上脸。好，那接下来是我们最后一题了。最后一题了，上难度，最后一题上难度。
请问宋朝的牙刷用的是什么毛？哇，这怎么知道？应该用野猪毛吧？蒙吧，这没办法。肯定是马尾毛。你觉得是这个吗？我又觉得不是了。我无所谓了。好，反正也是再来一次嘛，就是。当时牙刷在南宋普及吗？不普及。对，我就想问这个问题。你看，宋朝已经有卖牙刷的店铺了，说明应该还可以。古人十分重视对牙齿的护理，南宋时期生产的牙刷已经十分接近现代牙刷。南宋人通常使用盐巴、沉香等来清洗牙齿，所以南宋牙刷到底是用什么制作的呢？3、2、1，请亮题板。这是什么？老鼠？老鼠吗？谁写老鼠毛啊？是他选的呀。这就是故意的，你知道吧？不想再玩一次。好，那我们来公布一下答案。请看。哇！哎呀！我觉得应该值钱一点的毛啊。你是故意的吧？不是。这么多古装没白拍呀、啊！哎，你们一个都没错是吗？因为紫薇用马尾毛做古筝，你想这么个硬度做牙刷好像刚好的样子。做古筝。好，那这一题只有粉队回答正确的，其他队来抽杆。条哥，你要玩欧吗？玩一下。我这点头发玩啥欧啊？也可以。好稳哦，感觉。很安全，没有关系。深深还是逃不掉吧？也没有想过自己会逃掉。我想看深深哇哦一下，要高八度的那种。好呀，来吧。我就不让你得逞。七雅，我就喜欢你这样的气势。七雅好酷哦。给个痛快吧。来。酸了。都出汗了，来点凉快的吧。哇。湿的只有坤坤吧，那就再湿一点。来了，1、2、3。这好的好的，没问题。1、2、3。这好的好的，没问题。这个水真的太多了，哇！这是最无奈的一个娃哦，这声从良从。我是来洗澡了，哇！好帅啊！哇，他睫毛上都有水珠啊！对，你观察的这么细吗？睫毛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妈呀，我们都是粘睫毛，他挂住水珠了，好羡慕。接下来为大家公布一下，接下来是坤坤的羞涩时间。我很腼腆的，腼腆 MT。